Hello， 我是卡门。那今天呢是中秋节，我们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今天呢来到好朋友阿姨家，就我弟媳呢会来家庆祝中秋节。那我今天就来记录一下我们中秋节是怎么过的，走。你是第一次上烤吗？嗯，好玩吗？好玩呀！我第一个先烤台湾香肠，看一看好不好？嗯，很香，很好吃。怎么样？烤的如何？好吃吗？你们呢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那你最喜欢吃什么？香肠还是鸡翼？你是最喜欢吃香肠还是喜欢吃鸡翼？香肠啊！姐姐，你是觉得好玩还是好吃？好吃。时候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熟，然后再试试看。嗯，好烫。嗯，不熟了。你要表演什么？那猪头猪。好丑啊！他是不是很好笑？哎呀。好了，阿威，你吃到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享受？很好吃，很好玩。一楼，中秋时节能团圆。月儿圆，月儿圆，共赏月儿盼团圆。月儿圆。红糖姐，你在吃什么？你吃饱了没？你弟弟在干嘛？姐姐吃了吗？吃了啊，我不管他饱了没有不。中秋节肯定要点灯笼，所以小孩开始要玩灯笼了。月儿圆，月儿圆，月亮上面神仙，一度嫦娥助力。妹妹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哦，哎呀，你的手还有疼吗？手还有痛吗？我要小心哦！要小心，妈妈。要小心，现在呢，要带着小孩去游街提灯笼。一株嫦娥助力鞭，桂花树下荡秋千。月儿圆，月儿圆，共赏月儿盼团圆。
树下等。